你们好，我叫林小妙，出生于中国方山，我在这里居住了18年，我本人有官方翻译证和律师执照。La Xiao Miao Lin, o Alba Lin, és advocada. La Ciutat de la Justícia, a l'Hospitalet de Llobregat, és el seu lloc de treball habitual des d'on defensa les causes dels seus clients. Per què s'ha de participar en el procés d'independència? Aniràs a votar? 11月9号，你们有这样的权利去投票，说决定加特林尼亚是独立的一个地小城市，还是说是整个地区的？所以说你们有这样的权利去投票，我11月9号会去投票，因为我希望加特林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，因为我没有更多的权利可以改变。Com vols que sigui el nou estat？如果加特罗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小城市的话，独立的王国的话，我希望如果可以改变从零开始的话，我想改变这里，就是说有很多人居住在这里，也许5年，也许10年，他们都没有合法的身份证在这里居住，所以说我想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就是移民国家的权利，因为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人权，说可以获得一个合法的政策、合法的身份，可以去工作，可以为未来去拼搏，合法的。谢谢。